哥，你来啦！哎，醒了吗？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？昨天晚上睡得挺好的。睡得挺好的哈。是这样子的，我知道你没有衣服穿嘛，然后我这边给你买了一套衣服，还有一双鞋哈，也不知道合不合身。然后你就先将就着穿好吧。那就谢谢你们两个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这个你先拿着吧啊。先拿着，先拿着。快点进来吧。哎，好。 行，然后那个我昨天晚上就是想了一下哈，因为你身份证也没有带，钱也没有带，哪里都去不了嘛。然后你看你家里人估计出来这么久也会担心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换个衣服，然后我们去吃个饭，一会儿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去，你看可以吗？ 哪里都可以去，就是想回家，真的很想回家。是担心小妈还逼着你去相亲是吧？那这样吧，要不我等一下跟你一起回去，然后给你小妈说一下，我会说服她改变主意的。你现在毕竟还小嘛，还是要以学业为主是吧？你看这样可以吗？那谢谢你啊，亮哥。没事，那行吧，那你先去。 换下衣服，好吧，咱们一会儿先去吃个饭。好，你先坐吧。没事没事，先去吧啊。亮哥，你看我这样穿着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挺好的，果然人靠衣装，蛮宽的。这样穿着还挺好看的。那行，那我们先去吃个饭，行吧？那走吧。小林。 这菜的话就上齐了，还有你一定会坏了吧？赶紧吃吧。我们两个点那么多菜，你吃。可以的，赶紧先吃吧。对。那你也赶紧吃吧。哎呀，好。你先来，赶紧先吃。不用客气。吃饱了吗？真的吃饱没有？本来就在吃你啊。哦，那行，那吃饱的话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啊，好。 跌入灰暗，坠入深渊。长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。你啥时候回来呀？给你安排个相亲，明天相亲嘛，听到没有？先看一下。我不去，我还想吃个面。读书？你读啥书啊？你都毕业了还读啥书？你跟那个男的都多大了呀？这有啥子关系嘛？ 别人有车有房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读书，我是没得钱给你读书的哈。哎，那个兄弟啊，人家才18岁，你让人家先去读嘛。关你啥事嘛？这是我的屋头，关你啥事？必须去一个相亲，听到没有？反正你不给我，那我自己打车去。我是没得钱给你读书的，哎，你还你还。哎，小林，你没事吧？ 为什么你小妈一定还有你哥哥一定要逼你去嫁人呢？怎么在家里面有点什么事情，如果有不干，然后等到我再回去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玩。啊，这样啊？那要不然我再去给你小妈和你哥哥说一下，好吧？不用了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你说的也没有两句。那怎么办呀？ 看，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，我确实也管不了你家里的事情了。嗯，你看我今天把你送上来的话，任务也完成了，要不然我还是先下去了吧。然后我改天再来看你，你看行吗？你再坐一会儿再走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。再行吧。我给你弄点饭吃，再走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你看你这个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。 啊，饭就不用太，不用做了，好吧？然后就算你在家里面的话，自己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吧？你再坐一会儿再走嘛。哎呀，真的真的，不用了不用了，然后我就先走了啊，我改天再上来看你吧，好吧？辛苦你吧。哎，好。亮哥，哎，怎么了？小林。这是小香菇，你拿去吃吧。小香菇啊。 哎呦，这个还挺好的，要不然你就留着卖钱赚点学费吧。没事，这是我们在乡下找的，不值什么钱的，你就拿去吧。哎呀，你拿去吧。多不好意思啊。没事的，拿去吧。哦，那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你看小林。
我今天上来也没帮到你什么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这两句都已经够麻烦你的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哈。嗯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亮哥。怎么了？你还会下来玩吗？哦，会的会的，你放心吧。那我就先下去吧，你在家里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好吧？啊，那行，那你快回去吧。啊，拜拜。